你找到你人生最大目标未啊？列咗十个目标之后，我发现都系做兼职，搵多啲钱最实际，一定会为我人生带嚟最正面嘅影响。人生最大嘅目标系会随时间改变，到你有钱嘅时候，你唔一定买到快乐，所以你要喺成长过程不断复盘，反思自己嘅价值观系咪正确。钱系唔一定买到快乐，不过系冇钱，我更加唔快乐。你咁样谂，系因为你单单喺钱嘅角度睇。你只要换一个角度睇，你会觉得自己有嘅嘢仲大过钱。吓？唔通系我嘅青春？你都好有悟性喎。时间永远大过金钱，因为 time is life。你年轻力壮，其实系一位 time billionaire。因为你可以用各种方式用你丰富的时间资源，所以不要以为还年轻就用尽时间和健康去换钱，等到老了才知道钱是换不到健康和亲情友情。哇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在时间上是亿万富翁。所以你一定要适用 The Pickle Jar Theory Time Management Method， 重新设定你人生的先后次序，如果不是很快消耗了你的青春。 Pickle Jar Theory 这个理论是来自一个用玻璃鹰比喻生命的故事，属于一种时间管理方法。玻璃鹰预表人生，亦可代表平常的一天。我们可以将沙子、卵石和石头放入玻璃鹰，不过你不要以为玻璃鹰的容量是不变，你放沙石的次序是会影响玻璃鹰的容量。例如你先放沙子，之后就很难放得下更大的卵石和石头。相反，你先放石头，然后卵石，最后沙子，就可以充分利用玻璃鹰所有的空间，填满大小有限的玻璃鹰。生命时间很有限，所以要优先处理重要的事情，才可以真正善用时间资源。唔怪得我人生好似一盘散沙啦。